天至少举行变装派对，主题是哥特小丑，让我们看看大家都装扮成什么样子吧。他这套其实是积木盲盒，然后一共是有四款，有海绵宝宝、皮卡丘、蟹老板，还有章鱼哥。第一个拆到了蟹老板，并且还有他的拼装展示。拼装过程比较简单，而且也很容易上手。蟹老板是一个拳击小丑嘛，这里有又长又尖的鼻子，然后他这个脑壳是露在外边的。第二个是皮卡丘。真的超喜欢他先这款，他这里有哥特酷的元素，然后这边也是小丑的衣服和妆容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小丑的礼帽，而且他如果不想戴这个帽子的话，还可以把礼帽替换成这个海星头。下到我章鱼哥，章鱼哥的脚上还有这个带气弹的贴纸。这里也是另一个头壳，如果不戴帽子就可以把这个头壳放在里面。这一套你们应该是最喜欢章鱼哥了，他是一个马戏团的小丑，平时他丧丧的，但是在这个系列里他有点像个吓唬小孩的小怪兽。最后一个当然是主角海绵宝宝啦。海绵宝宝也是有一个奇怪的头壳呀，这里还做了海绵的那种动物的形状。海绵宝宝是一个绅士小丑哦。快来笔记宝和我们一起参加哥特小丑变装舞会吧。